喂，师傅。啊，你好。师傅您好，弟子给您请安，感恩大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能打通，啊、感恩师傅。谢谢。请师傅看一个1988年属龙的女孩子，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她这个师兄的孩子走掉了。88年属什么？属龙的女孩子，师傅。嗯，88年属龙。好，这女孩子，这女孩子身上有灵性，嗯。是，师傅原来说过，师傅。嗯，有灵性，这个灵性现在在她身上很厉害呢，嗯。而且师傅啊，这灵性差点把这位师兄都要拉走了。对对对，这灵性，这灵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还对菩萨不尊敬啊，嗯。是是是是。嗯。是师傅，您说太对了。他会砸佛台，或者是对菩萨讲骂菩萨的，嗯。嗯，那师傅啊、嗯，就是这位师兄吧，那天晚上就是星期六那天就特别反常，就像跟家人说：“你们去，你们出去吧，你们去出去吧，就留我自己在家没问题，我身体挺好的。”还好这位师兄的家人没有走，晚上之后就流产，然后呢还好有人，没有人的话估计的话。这位师兄还有那个全走掉了，真的师傅。是啊，你知道吗就好了。有时候，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的。是的，师傅。你身上有灵性，菩萨怎么帮你呀、啊？嗯。对，那师傅，他这个灵性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、啊？他这个灵性，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88年属龙，女孩子，师傅。320张。320张，好的。嗯。那师傅、啊。他那个就是说，他妇科的有一个子宫肌瘤，他需不需要拿掉啊，师傅？几年的？1988年属龙。88年。他妇科也不好，他那个有子宫肌瘤，能不能拿掉，师傅？他现在几岁啊？88年几岁啊？29岁，师傅，又是一个结。你等等啊。嗯，长的位置不是太好。嗯，对对对，师傅，长的位置会有感觉的。有的人子宫肌瘤长的位置没感觉，嗯、啊，所以问题不大、嗯。他有不舒服的感觉了，已经。嗯，有有，就是说疼。啊、对了，嗯。那师傅就拿掉，安不安全呢？可不可以顺利的拿掉？他现在念经吗？念经，师傅也是您的弟子。稍微再，好吧。啊，师傅，您再说多一点。我说稍微再那个吧。啊。稍微再等一等吧，再等两三个月。再等一等，对，再把身体调养好之后，再多读一些小房子之后再多。对，看看会不会小一点。我刚刚给他加持了一下了，嗯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这就是师傅，就是说这女师，这位师兄，对不对？像上次您原来说。家里头不能挂有老虎的东西，对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吧，他那个床台旁边就有一个很小瓶的一个老虎牌万金油，而且这位师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油就放在那儿了，他也没有任何感觉。然后呢，一到晚上吧，就感觉后背就像有人抓的一样，特别的痒。看见吗？看见吗？我告诉你，真的是，我那天给你看的，我就说有个老虎放在他们家里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只要不当心，它可以变大变小的，就没办法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师傅您说太对了。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希望你们都要相信啊，不要稀里糊涂过日子啊，真的很。是是是是、啊、是，师傅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请看一下这位女师兄的那个她的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？图腾颜色是吧？对。几几年属什么？1988年属龙。啊，彩。